连战不满，丁守中一再炮打连胜文，批评他连最起码的诚信跟情义的基本做人道理都看不到。这叫素人参政，这叫恶人参政。我的孩子如果给人家骂得怎么样，我就感觉很心痛。只有这样，连胜文也是好孩子啦。我认为这样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对吧？那么大家好好的为了台湾。大家来努力嘛！这是一个从不在柯文哲面前表露关心、表达爱意的严父。